要去做那个高度适应，但是呢，我们好像不是会去一个传统的地方，不知道我会去哪里，好期待哦！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吧。今天要从3440的南极巴扎，要去海拔4100左右的地方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即将踏上人生海拔新高度。一早测量我的血氧值是93，但静止状态下心跳竟然来到117，心跳太快让我有点紧张。虽然没有不舒服，但很担心等等会有高山症。可能看我越走脸色越来越凝重，而这时提醒我，嘿 Emma， 不要一直看你内在的焦虑啊，都来到这了，要记得看山啊。他的提醒让我瞬间转念，是啊，我不应该一直专注在心跳过快，然后无限放大我的焦虑跟恐惧。我都已经来到这，我就应该要享受当下。心情也开始放松下来，身体感觉变好，啊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向导。我们今天高度适应就要去那边，然后那边的海拔大概4000多。听说那里的风景很漂亮，而且从来就是很少人会过去那里。然后旁边这边看过去的山，大概看100万次都不会腻吧。沿路也可以俯瞰整个南极巴扎，沿着山形建造的山中大城，后方则是壮阔美丽、海拔6187公尺的贡德瑞。而瑞这个字代表是山的意思。在几乎没有什么人的山径上散步，我也觉得自己好幸福。Hello. Hello. 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Where are you? I don't know. You don't know? You don't know where is it? I also don't know. Just take a walk. Oh. Morning walk. Oh, morning walk. Yeah. In Taipei? Yeah, in Taipei. Oh, nice. 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要准备走非主流路线的时间。我最喜欢走非主流路线了，因为往那边呢是大家传统适应高度会去的地方，但这里呢就是 Ramage Style， 所以呢我们就要跨过这个地方，开始真的走一条不是路径的路。好期待，走。机场现在在机场里面呢 ，Oh my god， 我快抢了。穿越过机场后，我们开始钻树丛，这里的路径不明显，我们完全都没有遇到其他登山客，感觉天地之大，只有我们，很有探险的 feel， 非常好玩。对比热闹非凡、商业化发展成熟的 EBC 传统路径，这里简直是一个安静又原始的秘境，我非常的喜欢。而且 R 也给我绝对的选择权，他说另一边去高度适应的地方，虽然会看到更近更清楚的圣母峰、洛子峰等，但人就比较多。这边人很少，山没有那么近，但更广阔，让我自己选要去哪里。当然我一定选人少的啊。而且其实山景也超美，可以看到很清楚山形独特的 Amdablan。我后面那个石头，我觉得很像狗狗的侧脸哎，好可爱哦。然后因为这条路很少人来走嘛，所以我决定就是看到任何石头啊或者树啊，如果有像什么话，我就要来帮它取名字。像那个呢，就叫做贵宾狗岩。到时候大家来的时候呢，就来跟它拍照吧。经过一个上坡后 ，R 放慢脚步跟我说 ：“Emma， 你看那边，远方的巨石树梢下静静站着尼泊尔的国鸟。
虽然我们离它很远，看不清楚它身上华丽的羽毛，但眼前的画面充满宁静与诗意。看着眼前的山，慢慢走到海拔4100，我身体状况感觉都很好，也停留在这休息跟适应高度。早在出发前，我们就说好在山顶要一起吃苹果，刚好巧遇的山友也有苹果，我们就这样一起坐在山前享受放松自在的 Apple Time。 我觉得这个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苹果。然后呢，刚刚我觉得我过了3800之后感觉有一点比较喘，但是呢就是慢慢走，然后调试呼吸，一切都还 OK， 现在身体状况感觉很好，也是我人生的新高度，有点感动。然后后面呢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 Everest， 然后还有其他的山脉，以及前面也是广阔无边的山。其实山的名字真的太多了，我现在有点记不起来，可是这里真的是360度大景无敌，重点是人又好少，很推荐大家来适应高度可以走这条路线，非常的精彩。高度完后，我们就折返下山，准备回山屋吃午餐。已经回到山屋了，我觉得真的很棒哎！大概每天都12点左右就回到山屋，不过 Remage 说是因为我早晨太晚了，然后一回来就芒果汁
会觉得我头非常的温暖，而且很干爽，很舒服啊！第一次人生可以在这么高的地方，还可以洗一个这么好的澡啊！我觉得那个水的烫度，就大概有些人可能不是有去露营嘛，有些露营区它的水不是就会很烫，烫到你那种，它就是那个等级的，觉得好棒哦！希望这个头还可以再撑个几天。老板在这里。Oh, good, good. Not last time, it's my goodness. 出乎意料的大哭特哭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们就下集见啦。